我现在玩的是将 PC 的萤幕透过 DVB-T transmitter or DVB-T modulator 将整个 video 的 screen 的画面借由它传出去，由电视的 DVB-T box 接收。那么我现在要打开软体叫做 PC to TV。在打出去之前要先设定参数，我是选择521这个频道 ,6MHz, 这样子。那由于我的电脑的速度是 Intel 的 i5 的 CPU, 速度没有很快，所以我用 MPEG-2 的 video 去做压缩。每秒我选10张，确定 ,run。这个是国家的频道，公共电视。那我要设置我的频道，设置。521。search。哇，没有讯号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打一次。弱。Wrong。Yes， 成功了。看一个照片，照片 ，YouTube 的档案。目前还没有声音。